30多兆，20多吧，20到26吧。啊。你是你先是量的这边跟这边吗？这边多少？我现在就量这边。你那个就是说，你那里调好了之后，如果是你有一点点不对的话，你还可以相应的调整一点点。那个皮带的腿上，你随意可以调整。不是，咱们刚才你看，他们差多少？不差都要差皮带。你要是每一张都差，那可就大发了。你这边都是斜了，那腿可。